它里外面是白薯，怎么里面感觉有点像鱼皮？我不懂哎。外面的样子就跟白薯长得一模一样。我是很真真实实的分不清。我是能分清，但是我是特别，它在外面。是个大学生。不知道为什么还有这么多。那你先下面先别放，不然下面跑不到。温度调好的是吧？嗯。上次用完之后就没有调，就直接关了，差了。可以了，鸡蛋吧。你、切的好好呀！你跟谁学的？我觉得这个做饭真的是自学的，我都不能连贯的切。我妈不喜欢我做饭，她不教我，就是我每次她一做我就会，因为我妈觉得我是左手，不想让我切菜。这边要不就别，可以吧？哎呀，留不下来啊！这个包了吗？你看我上次不是跟你说上来就留着吧，我那天发朋友圈那就点赞了，就是这种就很傻逼，你不觉得？所以说男生就是不行啊！啊？所以说男生就是不行。对。你把肠切了吧。哇。可是我真觉得男的是真的贱，就是那种他们对你好的时候就好到。你会觉得哇，这男的好好，一完了就，他们就你就会觉得哇，我当时认识的是个什么呀？我这一段时间都是你就像那个这里面灌点水还能用吗？不知道啊，放一点。我的你像那个阿庆一样，就是牛羊，明天之后阿庆肯定会想，天哪，我这五年是在跟鬼生活吗？对，而且真的能，他一直想着出轨。对呀、他肯定阿庆见成那样，我天，我这五年是在跟鬼在一起。我估计当时就是都是他，就是共同好友都惊呆了，从来没说脸不沾，真的。可能是觉得你变美。然后发在朋友圈点赞的人数，这么多够了吗？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这样吗？对。这个上面用在扎孔吧，我。边边上也放一点，好让它合适。啊。土豆，这个是不是应该交叉着放？是不是咱们菜有点？对啊，我上次确实是把这东西炒了的。炒了会更好吃吗？炒了有味道，但是咱们多放点芝士应该没啥问题。我觉得放芝士就很好吃。那为什么不把土豆和洋葱放一块啊？没事，要分开放。都可以，就反正放一个。是不是就是这样就可以说明这个红薯里面糖分？对，它在这糖太多了。没有撒芝士的时候就好。断了。哇，会，那是就很好吃。他女儿把拉黑啊？不
为什么？他女儿有点那种，就是娇生惯养的。四年没有联系了。对。等一下，应该是要选下一集。这个真的好好吃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所以你消极应对吗？有的相信，只有让他坐拥其中，在异想天开，痴人说梦。在明天的节目里，施女士透露，儿子曾经也是个好儿子，曾经也是个好儿子。为什么？婚姻与朋友。之后嘛，交完女朋友之后就完全变了，就变得特别物质。我就感觉我们家里经营的，一口安到三张吊，连家里都砸掉。真的太押韵了。再好的小姑娘，妈妈这辈子可以不给你了。当初你的承诺是有前提的，哪个孩子好？不好不听话，我可以不给啊。嚣张医院问一下婆婆，你有什么本事做生意呢？手艺没有，想发财。